战斗2.0，四名选手两两组队，每轮一名选手担任召唤师，一名选手担任英雄。担任召唤师的选手负责抽取队友的本轮英雄技能。比赛过程中，担任英雄的选手需要把眼睛遮住，听从召唤师的指挥进行攻击和技能的释放。每次击中对方，则扣取对手一格血量。双方回到起始位置重新开始，直到决出胜负。游戏共计3轮，失败方将接受节目组的一个小惩罚。说，前往前进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前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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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拉在你右边，拉在你右边，拉在你右边，就在你正前方，没有，还有点，右边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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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直接冲锋冲，哥，右边一点点，把他死中了，中了，你球掉了，他出现了，球掉了，有啊，拉在左边，丢到，还是丢盾的。往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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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你的侧面，右侧面，往前走，左边，他在左，还在左边，还在左边，还在左边。回头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。先走，先走，先往，先往。真的，他就在你正前方，正前方，左边，左边，还有左边视角。好，打到了，你打到那个武器。Nice。K.O.下蹲，我的下蹲就下蹲的，蹲着是什么？今天你要找个场面，可以往上找回场子。我跟大师为你准备技能，你上去直接开大，你上去直接开大。怎么开大？武器给我。我是他直接开大。开大，开大是什么？开大是什么？你莫干大猪鼻子5圈。转圈圈。猪鼻子是什么？5圈。能直接晕厥。又不是你。那不是你。先转啊！他打他打，别打别打，我先我先。上面说不能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你。歪了歪了歪了，歪了歪了。对方直接冲直接冲，直接冲，他左边他在左边他左边追。直冲直冲，对方他在正前方左边，他蹲下了他蹲下了。再往前再打个字再打。他站起来他站起来，我还先走。打个棒子，没有打个棒子打个棒子。可王先直走，先直走，先直走，先直走。哎，我还没发动，这样吗？这样完了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已经晕了。再转，再转。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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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。开转，开转，开转。不是他不听指挥怎么办？天王，他在左边，左脚，左脚，左脚。扔帽子，扔帽子，哥。转晕了，直接攻击，往前直走，直走攻击，直走。K.O. 天旋地转。谢谢大家，各位观众的超火，一键三连，谢谢大家。你攻我防游戏规则，选手两两分组进行对决，桌面分别有一个塑料气锤、塑料盾牌。游戏开始，选手凭借反应力拿道具，拿到塑料气锤一方成功打到对方头部视为成功，如果拿到塑料盾牌一方成功防守塑料气锤打击头部视为成功。现在游戏开始，对，就是你看我玩你就知道了。不是，我们站哪儿啊？这样站。对，就在中间。欺负人嘛。那好强啊。其实准备啊，我先玩。开始，石头剪。多少？赢的拿什么？赢的拿锤子插头。能赢的还能拿盾吗？
可以就拿起来逗。这种只能垂头。打一下。来来来，十等羊。不能中间去争。就是立马要打还是什么？立马呀。虚妄。反应就是反应。可以虚妄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他说拿起来你就打不中了呀。我可以侧面打。不能。只要是头就行。来。石头剪刀，石头剪，二一开始，石头剪刀布。哎，反应好快呀、啊！这样这样玩有点不公平，说实话。为啥？你反应慢。不是这个只要拿起来，这个比较好拿，这个。来吧。好像有道理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为什么愣了一下？不是，但是发呆，也被锤死。完了。石头剪刀布。在跟你在发呆。石头剪刀布。人走了，人跑了。人不能跑的。能不能站在原地啊？你怎么他妈打那么重啊？我八十八十，又不疼。我看你太凶了，我慌了。来来来，手也脏不？哎，拿错了，这不算输吧？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走位啊！不是这样，我打不到他。边走边拿对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儿子。这凳都飞了，防住了。我是先举上来的，凳都飞了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不用打，我就拿起来就行了。先拿起来就赢吗？不是，你可以打，打中了就他可以防。石头剪刀布。我太急了，我快慌了。别急。石，石头剪刀布。你看你也不，我怕，我有点害怕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对啊，就是啥？我玩累了，怎么玩这个？石头剪刀布。错了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知道了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你在干嘛呀？在练我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同学们。那我们两位就不客气了。谢谢大家关注我们滔博，点赞三连。不是台词，台词我忘了。重新说一下吧，重新说一下。三二一，开始，自然开始就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关注我们滔博，点赞三连，谢谢大家。要不让我来答吧，我急了，我也急了，来吧来吧。我没有王东山老师啊，今天。